安德烈·路易斯自己选择了大门，哇、哦哎呦，这可以和阿马杜竞争一下了啊！这球打得漂亮，这个是出膛炮弹了，这发力很脆。陈静怡一脚精彩世界波，帮助球队再次将比分改写，赛季的首粒进球。约翰超套边拉出空位之后，陈静怡正好加盟之后的首粒进球。